混龄时间画家的自画像 Portrait de l'artiste de par lui-même。 他的创作者是西班牙画家伊格纳西奥·苏洛阿加。苏洛阿加1870年出生在西班牙的一个商人家庭，他的父亲本来希望他子承父业，但最终尊重他的决定，同意儿子走上艺术道路。18岁的时候，他就来到巴黎，开始接受正规的绘画培训。这幅画创作于1931年，现在保存在巴黎卢浮宫博物馆。话说他当年在巴黎蒙马特高地很快进入了艺术家生活圈，他对法国印象派和象征主义都很熟悉，也经常入选法国沙龙展，但他始终保持自己的西班牙风格。他后来返回西班牙，创作了一系列作品，行独特风格。混龄时间，法国巴黎。